陈婷妮二十日出席屈臣氏几点活动，聊到几点换赠品，她超级积极。但这个跟胡宇威的婚礼进度，让现场的记者不是很满意耶。谢谢大家一直很 follow 我们的进度，对。然后这一次终于没有食言了，这一次就是对有年龄登记了。然后但场地的部分是还是真的稍微比较难缠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终于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进展。这是几月几号啊？七月几号？结婚纪念日啊，帮你记，我也忘了吧。还有你在睡美国时间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真的是很随性的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也没有看日子，没有没有，有空就去了。对，所以是哪一天？等一下，反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，不重要吧？重要啊，重要吗？我去帮你合八字。不是，因为我们也没有。就是过什么，所以那一趟去任何一天都可以。不是，我们也是去了，我们以为要登记就可以登记，后来发现好像其实不是，是你要先去拿一个证明，然后的隔一天才可以登记。所以我们就是一路就是且走且走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好好好，我们就是才一步啊，什么一步一脚印的去。做了这件事，我们不是已经查好，我们不是查好，对，就是很随性的。但是去美国前知道吧？你说要登记吗？有，我们去美国前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这一次去，然后可以早一天去登记。结果还没。台湾打算什么时候去登记？还是想要办婚礼啦，就先婚礼之后。对，就想说，如果我们真的连登记都做了，好像就会懒。真的想，就是上次那个场地没了之后，现在有进新进度。没有，婆婆是没有，我们就去美国啦。我们就想要春天或秋天。讲过了啦，对，就明年嘞，这两个月以内就可以吗？要不要吧？今年秋天吗？还是明年？本来以为是今年的春天或秋天，来不及了。主题是什么？今年来不及了，不要吧。主题就是想要结合大自然。所以我们唯一确定，非常确定的就是希望有草地婚。哎呦，这个也讲过了。对啊，真的啊，这都没有变呐。基准什么？国小操场又有草地，又有草地。是要搬在小地蛋是不是？不行啦。要不要开一些条件，让网友大家一起来帮忙找？没关系啊，这种私生活事就不要麻烦大家了，我们自己会加油。you